嗨，我是 Randy， 教你画出属于你的温暖故事。你们有没有被朋友推荐的经验呢？或者被推荐喜欢的剧呢？我朋友推荐的是《非常律师与银偶》，然后这部戏呢，我看到荧幕非常喜欢。刚开始看到觉得哇，场景很美，然后也因为这部戏呢，我认识很多鲸豚类，所以画了很多种鲸豚，也画了这一张。不过之前画了星空画的鲸鱼，所以想试试看画虎鲸。这次呢，使用的是色铅笔，然后色号会在底下留言处，如果没有颜色的话，可以找相近的颜色哦。然后这已经构完图了，然后我一开始还是会先用软橡皮把它擦淡，画浅色的话会跟铅笔的颜色感觉上会很突兀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这边呢，我会先从浅色开始画，因为我想要画天空与海洋融入的感觉。以上谢谢你们的观看，如果想看更多用图画触动每个内心深处的感动，请订阅、按赞、打开小铃铛，当个温暖的人，我们下次见。